柯文哲账房李文宗9月28遭到逆转羁押，眼看羁押期限就快到期，是否被延押备受关注。尤其日前身为假账案代表的李文宗还遭到廉政署借题，似乎证实李文宗就是金华城案和假账案间的重要桥梁。在等待交保的还有前鼎越开发董座朱雅虎，他曾坦承只是七名威金集团高阶主管，每人各30元，汇进民众党政治现金专户，还传讯息给李文宗，内容写下7人210好了，感谢560，坦承部分行贿。外界也猜测有没有机会和他一样重获自由。李先生是有坦承犯行的，是不是？有认罪了吗？还是转污点证人了？吴顺明态度配合，全盘托出，因此获得检方拒保停押。朱雅虎能否成功复制，外界高度关注。算一算，从9月28号算起，李文宗和朱雅虎羁押期限直到11月28号。按照规定，检方必须在22号前向法院申请延押。不过，法界推断两人交保几率不大。由于检方预计在年底起诉，为了避免李文宗、朱雅虎交保后在外可能有串供的行为，以及为了巩固图利及收贿等犯罪事实，检方原则上应该会申请延押，而且法官对于这两位被告准予交保的几率应该是不高的。身为全案关键被告，加上侦结起诉时间逼近，朱雅虎、李文宗这次是否延押、牵一发动全身，势必左右金华城案后续发展。三立新闻郑祥仁有台 N 小组台报道。